你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？你们有没有一个可以分享的？黄色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Come on！ 娱乐热腾腾，欢迎我们大来宾 Jenil 来，掌声加尖叫 ！Come on， come on！第一个新加坡人能够在海外 produce 歌曲给韩国艺人唱歌的，来说说你帮谁制作过歌曲 ？Super Junior， 噔，我要打字幕，噔噔，还有 Henry， 噔 ，Super Junior M 的 Henry 对吧？对 ，Amber FX Four Minute G.O.D 很多的都是韩国艺人 ，OK， 韩国的 ，Jen 是。百分之百的 Singaporean 新加坡人对吗？之前我是 VJC， 等一下你是 VJC 的吗？对啊，我们一样的。哎，我知道嘞 ，Michelle Chong 也是 VJC， 真的吗？不过那时候你在韩国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说也要当？因为韩国我没有听过什么那练习生，对不对？练习生，我其实我觉得我不会像他们的那种练习生能合格的那种脸。那时候我过去我还是胖胖的。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？黄色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可以播吗？可以，可以。Come on！ 如果不可以播，我们再剪掉就好，还是帮你。我到了就叫 E-mart 的地方，去 E-mart 买东西，买东西 ，convenience store。OK， 但是我不要那个什么收据 ，OK， 那个哦，一个 porridge 对，是什么意思？就帮我丢掉。哦，不好 ，porridge 但是我那时候会 po， 我说的 porridge 就是帮我脱掉。Oh my god！ 不是，我跟那个 auntie， 那你这样讲，他应该很开心啊。他很开心啊，对啊，他想应该想把你脱啊，应该是，因为我讲了之后我就走了，他有可能会就想说马上来。对。你自己平时最喜欢听谁的歌？我已经是到一个境界了。What？ 他到一个境界是听佛经。当然都是 R&B， 但 R&B 分很多种。对对，没错，很多种。如果说我们唱一些比较我们很熟悉的歌，是不是也能够把它转的比较像 R&B 的感觉？可以尝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尝试一下。哎、okay. 欸，来一些糖果。对，吃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让你吃的，是让你唱的。所以这边有一些歌曲 ，OK， 有儿歌啊，有经典老歌，有我们熟悉的歌曲，但是你必须要把它唱出 R&B 的感觉，好吧？ Okay, 用 Jen New Style R&B 的味道。我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两只 Oh my 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直没有眼睛，一直没有尾巴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哇，很棒！天啊，这个太简单了，难一点，难一点，再让你抽多一个好了。抽到我一个不会的话怎么办？因为就是要给你挑战嘛，对吗？所以你抽到是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，很经典。我喜欢这样。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知道你爱我的心，记住我每个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沉沦。没有办法难倒你。大家觉得今天 Jen 有没有完成挑战？有的话请掌声。Yes. 最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听到你的个人新歌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来吧，来吧。这样的夜晚，习惯你不在，习惯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每一次离开。都是为了更坚强自己，需要些勇气。面对疲倦，我笑着说没关系，我可以不快乐也看不出痕迹。因为知道生活并不容易，因为知道方向还在寻觅。不管他们忽略我的努力，是你让我相信我自己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你在我背后。从今以后，再没有天真的理由。决定以后，不犹豫也不回头。每天没有。
哇，天哪，我觉得你这首歌太适合在夜深人静的那种感觉听了，然后听了，然后感觉到你想说的话，然后都听进去，写给你们的，送给你们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你在我背后。从今以后，再没有天真的理由。天好难啊，刚那段全部剪掉啊，因为太恐怖了。